现场所有的朋友还有后面的朋友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你们好吗？这个声音出来就点燃了现场所有的热情。难得来到上海，有没有学习上海话？跟大家打个招呼。上月份看到大家了，老开心啊！大家好吗？上海话很厉害啊！你说上海话，我紧张啊！突然有备而来嘛，这一次，对不对？所以，这一次呢，来到上海的这个这么多朋友啊，因为其实你看小狗在叫声，一二三，你看小狗在叫声，也会笑，风声在呢喃，不如好好欣赏一秒。只要一觉醒来，窗的洒满阳光的温暖，不去想，不必想，不用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。掌声。通过名字应该也可以猜出来，刘金粉底液是什么呢？三二一，刘金粉底液。二楼朋友没有听到你们声音是什么呢？刘金粉底液。哇，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浸透性无瑕的妆效，所以如果大家期待。演唱会秒庆，先问一句，周深十周年巡回演唱会上海站到底是谁抢到票了？64万人想看，看到这个数字就知道，这次梅奔抢票竞争实在太激烈了。梅奔的场所可以容纳10000多人，难免几家欢喜几家愁。一时间，周深演唱会抢票和周深演唱会秒庆都上了热搜。工作室和新浪演出官微也发了上海场双场门票预售售罄的微博，网上米子们一片哀嚎。但是周深真的很喜欢梅奔，从以前的采访和回复中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是他曾经梦寐以求的舞台。他说梅奔的音效很好，他要让来听他演唱会的人感受到最好的音效，也说上海是他追梦的地方，虽然演唱会门票难抢，但还是为他开心。随后周深也在超话发自拍安慰大家不要不开心，以后还有很多机会的，之后还会有二巡、四巡、五巡，接下来还有音乐节、二专、跑男等等，还有很多舞台可看，所以没抢到票的朋友们别伤心了，那就来看看其他的饭吧。23日，周深献唱的《王者荣耀2024五五朋友节》主题曲《奇迹时刻》上线。周深在这首歌里面同时解锁了 rap、唱歌、跳舞、变魔术的技能，帅气的魔术师周深的华丽表演你们看了吗？哎，你把这个事情交给我，我不会表演魔术啊。另外 ，Cosmo 2024五月刊推迟至25日早上9:29发布，相关内容链接、平台等，大家请自行看官网。同一日，奔跑吧官微更新了预告花絮，微博、电视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官微等更新了周深跳舞的花絮。这唱跳舞台终于是被周深闯进去了。但好消息是周深跳对了，坏消息是周深跳反了，哈哈。
周深联合国中日活动，联合国售后来了。联合国新闻中心官微23日艾特周深，更新了周深在联合国的专属花絮敌弹，并发博说，是什么风把深深吹到联合国，他与谁用英文相谈甚欢，又为何大呼紧张，久等了周深专属花絮敌弹来喽。花絮中的周深和联合国文理会主席全程英文交流顺畅丝滑，花絮中还有联合国新闻小编奋力突破围追堵截，拍到的近距离高清周深。据悉小编手里还有很多的花絮待放出，保守估计至少有40分钟，这是准备放长线钓生米啊，哈哈。话说联合国官方还有负责活动售后花絮的周深，这是什么待遇呢？最后2024周深上海演唱会即将开唱，将于2024年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市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举行。在这个十年之约里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寻找共同频率的人，携手同行，去往更广袤的远方。567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。让我们来欣赏周深老师的表情管理吧，我是不是跳错了？刚刚又不失礼貌的微笑，最后又笑场了。好，车过了，辛苦辛苦，哎，驴不错了。这台机可以不要了。来看，漂亮。来，我们慢的慢的顺一下，好不好？3 2 1开始。对不起。再来。等一下，我们再来。再来一次。对，重新再来。3 2 1开始。好，音乐。对不起。